大家好，我是一博。今天呢，我有一项特别的任务，要飞到昆明，向著名的京剧艺术演员裘基荣老师拜师学艺。听说老师啊，要教给我一套特别特别难的一个舞蹈，怎么办呢？真的是压力山大。历经了9个小时的飞行时间，我们终于到了云南艺术剧院。啊，裘老师呢，正在里面进行排练。时间不多了，我们赶紧进去吧，跟我来。今天我要教你一段京剧太极 popping 的一段舞蹈，就是融合的。这个对你肯定没接触过。我真没接触过。怎么样？你想试试吗？有准备吗？既然来了，肯定是。那你现在，先去换衣服，给你准备一套衣服，好不好？不知道你理不理解，就是京剧的这个神韵以及放。你太绑了，你这个不行啊，你这个。眼睛你得往远，往远处走，往远看，眼神你的那个霸气，眼睛再稍微皱一点眉，真你太僵硬了，太生硬了，不行。踏步，然后再谢谢。你这个太机械化了，你刚才有点太这样了，累一点啊。得了。杨老师好。太瘦了。对，太瘦了。对。就是，其实京剧就是这个精气神，是吧？对，精气神，对。那个气。灌在胸。对。再来一次。皮甲。